小了，你就读了哇，全书都是花，这花是很好看的，就说是那么好看，嗯，漂亮，而且是红的，有一种是白的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红的好。快点长粗啊！我们长不粗啊，长不粗。以后这个是这个会很大很大的，那不应该营养营养不够。哇，你看到今年个菜吗？叶子也没个，就结籽了，你看到吧？这个真是很可悲啊，少年妈妈好像去看看。